它现在它现在啊，它已经变回小孩，所以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需要用另外一个台去训练一个小孩，那我就专门让他特别喜欢小孩，所以就会跟他撒娇。每次我撒娇的时候，他就会笑，特别笑得很开心，那我就很开心。这老婆当然不会，撒什么娇？没有啊，你就要搂着他。不语气啊，你一扭着他就发软。怎么扭啊？你过来。没有了。其实撒娇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在我的生活里头也经常会出现，因为我家都女，都是我。所以做一个男人呢，偶尔在很刚的环境下面，必须对旁边身边的女的一种比较让他们觉得你那么刚的一个男人呢，原来还可以在他们的怀抱里头，或者在女的他们的情况下还是会软掉的。把钢化成一种水一样，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，还是要明白。你周知道，我觉得这是金像奖，谁都不会得到吗？金像奖哪里？没有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我觉得奖项只是对一个演员的一个肯定。但是在拍戏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想过说啊，我演这个角色会得死，或者是我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会获得什么不一样的体验。刚才在访问的那个过程里头，曾经有传媒问我，我其实还有什么角色想演。那我希望啊，有一天有一个编剧或者一个导演，可以让我这个男子汉演一个女生。完了以后没人认得，完了以后还获得认同，那我的努力生命就完美。周哥，因为之前有跟那个志玲合作过，那他如果之后刚婚宴的话，会想去参加这个婚纱活动？别打扰他了，已经走到这一步那么难得。我只真的是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志玲妹，希望你们白头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哦。不多了，好，别多，哪里都会有事情发生。台湾也在选举之年，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作为一个电影代表，我没资格去表态、去发言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精壮，没有啊，我每天做家务啊。我只要不工作，待在家的时间，我就会替老婆啊，替家里的佣人去做一些比较劳动的家务、啊。哎，真的，你看我，到了这个高龄，也让你看。
腹肌在定的，来挑战你看啊！我教大家一个基本的动作。现在大家很多家里都会用电子湿勤机来清洁那个，我每天是拿扫把。这样子，腰就可以，腹肌未必练得出来，但问题是那个这个身材就可以靠这个，因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力量，从小腿、大腿、臀部、腰跟项圈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易的一个动作，就可以保持到现在为止，目前为止还是可以那么精壮。说真的不是笑话哦，别笑了。所以啊，就因为我老婆不做家务啊，所以她啊，没有啦，就是反正没工作在家里，因为平常老婆要处理我在工作的时间，她要处理家里的事情也是蛮辛苦的，所以我一有空待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就替她做了很多。这方面的工作，而且还能保持体态，一举两得。老婆当初就是迷上我的身材才有，你以为她喜欢我什么？我的脸就一张臭脸，从来都不是走那种。帅哥型的形象，没有啦，反正当初我老婆还是挺有眼光的，但是真不要脸。差不多，好，谢谢。